乍看一下好像是高中生，事实上他已经是彰化律师公会的理事长了，是不是这样？掌声鼓励一下。大家好。所以在这个年轻人的时代啊，不要看到一个外表是怎么样就一定就是能这样，没有一定怎么样这样。所以今天来这里主要是要讲很简单的一个意思，就是说要公民参与了。那这一场活动参与 的目标可能是要透过公投，透过提案来做公民参与。可是事实上公民参与这个方式是有很多种的。那我们来问一下谢律师，你是如何参与这个公民活动？这个律师活动是不是你的公民参与的一种？这个啊，因为大家都知道我们律师哦，其实以前的那个法学养成教育都是比较偏重于这个专业训练的一个部分哦。那事实上也是如此。那事实上我参与慢慢了解接触到公民运动这一个，事实上除了我职业的一个过程以外，最主要是认识了一大堆，就像轩逸这样子热血的一个律师哦，还有包含柯兆征律师等，然后他们呢对于这个公共议题的一个关注，包含从我们周遭的一个环境的议题开始关心开始哦，然后就会接触到这些所谓的公共的议题。那事实上包含待会好哲学星期五好另外一场也是在我们民权路好办的一个座谈会，它基本上呢也是因为台中市政府那最近有通过一个雪谷缆车的一个建设，那事实上那个建设我们质疑它这个环评有问题。那事实上它的环评的部分除了一些有关环境的一个破坏以外，那事实上也严重的影响到我身上所穿的这个我们台湾黑熊的在大雪山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目前富裕结果是他们活动最频繁的一个保护区域。那事实上我是认为说其实透过这个公民参与的部分哦，事实上它是一个渐进而且是一个自我觉醒的一个过程。那所以呢我很高兴哦，今天有这么多青年的朋友能够在利用假日的部分，并没有在这个去吹冷气啊，或者是说去做这个其他的娱乐，而是来认识这一些议题，或者是用自己的行动来表达对于一个社会议题，或是国家议题，或政治议题的一个关注哦。那非常非常高兴哦，虽然我们不一定知道每个人的名字，但是见面就是有缘。那事实上这个过程哦，我是希望说。从至少从律师也好，或者从每一个我接触的一个学生或者是朋友也好，都希望说他们从自己周遭的一个议题好，能够注意然后关注。那事实上呢，我们律师哦，在协助一些环境评估，或者是说行政诉违法环评而撤销诉讼的过程。那事实上，不管是一个环评政策是怎么样，但是我们深深体会到说。在这个环评的一个过程，如果没有当地的公民或居民对于自己生活周遭的议题能够加以关注的话，但是让我们的政府机关或者是财团很容易利用表面上看起来是合法的一个行政程序来达到一个实质上不合法的一个环评的一个结果，来遂行它破坏环境，然后做它破坏环境的一个的经济建设。所以我在这边哦，很高兴各位在场，所以很呼吁大家一定要多多关心自己生活周遭的一个议题，然后透过这议题的关注，能够慢慢了解公民一个运动的个内涵，公民运动的内涵，那包含三一八学运引起社会普遍关注的，事实上它也要传达一个所谓一个柔性，但是它可能会有但是会可能会引起一些社会的一个，一点点的一个秩序的一个疑虑，但是不管怎么样，就是非暴力的一个行动来诉求，来达到我们公民的一个目的哦。那所以希望说大家哈，从今天开始都能够多多关注自己周遭的一个生活的议题，而且对于这个。事实上现在有一些很普遍的一个 NGO 的一个座谈会也能够普遍的来加以来参与，那现在也特别替这个
那个哲学星期五的广告一下。那如果待会呢晚一点，大家七点以后有空，也可以到民族路35号来关心我们这个台湾黑熊的这个保育，以及这个雪谷缆车的一个环评的一个有违法疑虑的一个座谈会。那在此很谢谢大家，然后也很高兴认识大家，谢谢。谢谢谢律师哈，可是如果要参加哲学星期五之前，要先来看一下哈，要联署一下。为什么要联署这个东西啊？事实上，我们好像是民主国家，好像我们有这个公投制度，可事实上那个都是假的哈。为什么是假的？因为他把他门槛定得太高了。那个国家会把门槛定那么高，定那么高的目的是什么？就要让大家没有机会参与了，就有点像是各位同学，你会觉得你今年的年纪会不懂事情吗？那为什么要把这个投票的门槛定那么高呢？事实上有很多高中生，那事实上已经比很多大人还要更关心社会事，更关心国家事了。我举个例子来讲好了，4G， 好，我们这个 4G 上网这个事情，好多年以前，去年吧，我的同学在美国就已经享受 4G 的网络了。他跟我说 4G 的网络的感觉就是跟在家里一样的感觉，好爽的感觉，跟在家里上网一样的感觉。那为什么我们 4G 的政策会这么慢？事实上这跟国家决定的政策是有关系，一部分是因为国家一开始决定发展的这个技术错了，那之后它的脚步就慢下来了。所以我们可以知道说，如果你不关心国家的事情，事实上你就会跟外国会有很大的落差，人家可以享受的东西我们就没有办法享受。所以这是一个切身，我们切身就可以感受到的事情。我们到现在还在3G 的时代，事实上这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这是旁边的小事了，我们再跳远一点，核电公投福茂，各位年轻人，我们旁边有很多豪宅，你觉得你在未来10年有可能可以买它的1/10吗？你觉得你未来的工作有可能可以 cover 这样子的一个付出吗？那如果不行，我们就要想一下，我们可能要跳出我们平台生活的直观去想一下说，我们的生活，我们的上一代给我们这样子的政治环境，这样子的经济环境，是不是我们想要的？我们的父执辈那一个时代是经济狂飙的时代，做什么只要认真就有希望，就有可能可以买下这个豪宅。那我们这一代呢，是不是我们就只有上班打卡下班责任制？这样是不是对我们有点不公平？那这个不公平是不是我们在政治参与的过程当中有可能可以改变？好，当然这是一个很深远的目标。我第一步就是让我们可以有机会，可以有更多的机会参与政治。第一步就是让我们把公投门槛降低，让我们真的有想话、有想讲话的人，他真的可以直接参与政治的场域，真正对话。所以希望大家能够来参加联署哈，然后让我们有一个机会把大家的声音发挥出去，那把当初林非凡所说的要遍地开花哈，要散出去这件事情哦，成为真实哈。所以等一下，请大家往前走啊！如果还没有签名的，要赶快来签名哈。啊，如果你担心说，那我今年只有16岁哈，那没关系，你也可以来问陈伟霆怎么办哈。未成年的我没有办法，比如说，就是你如果未成年的话哈，请各位还是可以来，就是连下这个虚线以下哈。有留这个资料，就这个资料，未来我们可能等你那个，说不定你可能过几个月你就20岁啊，然后我们就会去联络你。OK， 对。对对对。你要审查的。好，对，就是说 OK， 谢谢大家。那我们要掌声谢谢两位这个李律师、谢律师，对，他是我们今天早上的辩护律师。大家如果有对这个鞋子有兴趣的话，今天在这个现场的一个新的地景，就是后面有个大鞋子，各位可以去那边。这是思改会的志工们很辛苦的做两个晚上的道具，大家如果大家可以去拍照。接下来呢，我要欢迎刚刚讲到，就是说哲学星期五，这个有去过哲学星期五去说哦，好，显然还有很大的客群可以开一把，所以呢，我们来邀请跟哲学星期五的这什么啊？策划人杨宗理先生，好，威凡，好，大家好，那个谢谢威霆哦，那个大家好，我是哲学星期五在台中的策划人，我叫杨宗理，没有去过哲学星期五，请举手，好，请放下，没听过的请举手，
也请放下。好，所以其实大家可能不知道什么叫哲学星期五。那为什么今天这个活动是由哲学星期五在台中跟岛国前进还有全面罢免连线我们一起来合作这个活动呢？其实很大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哲学星期五其实是在台中它是一个公共的论坛，公共的沙龙，也就是说我们每一个礼拜五的晚上我们在台中市中区的这个民族路35号会举办公共论坛，讨论不同的公共议题，有在地的议题，有全国性的议题，甚至全球性的议题。那这些议题呢都是公共性为主的议题，所以我们希望说越来越多的台中的市民你来关心你身边正在发生的一些事情，那这个论坛是一个很轻松的方式在进行，你不要有压力，那你可以自由自在讨论你想要讨论这些事情，那不要感觉说啊来讨论是虽然讨论的事情也许是严肃的话题，可是我们透过很轻松的方式来理解一些严肃的话题，然后透过轻松的方式来彼此来交流不同的意见，你可能有持正面的意见有反面的意见都没有关系，可是在哲学星期五这个场域里面呢你可以自由自在地表达你的想法。那我来稍微讲一下为什么，那到底哲学星期五今天跟这个要岛国前进要修的这公投法的问题或全面罢免要罢免蔡锦龙这个问题有什么关系呢？大家都生活在台中市对不对？刚刚我们提到有人提到是那个李律师有提到嘛，这个未满这个16岁哈还是20岁的问题。其实我们上礼拜谈论到是说我们应该要修一个东西叫做18岁的公民权。请问你未满18岁请举手，好，手放下。你觉得18岁应该要可以投票决定我们台中市长的请举手。好，大部分人都赞成嘛对不对？好，手放下。所以这是很重要的一个议题。请问一下你满意台中市政府台中市长胡志强表现的请举手。没有人举手，对啊，所以说你没有办法表达你的意见嘛。那我们表达意见是说我们今年11月29号那一天你可以当台中市的主人，当台湾的主人对不对？到了11月30号29号选完那一天你马上变成什么？变奴隶了，因为你只有29号那一天可以当个真正的主人。这个我讲的是说满20岁的人，可是你未满20岁没有投票权的，你可能刚考上大学，刚高中毕业，你觉得你的未来前途就葬送在台中市长的手上，你买不起台中的房子，未来10年，你台中这个交通的建设、公共建设层出不穷的一些问题，可是你没有办法决定我们自己的命运，你感觉到很挫折，怎么办？所以我们要去修法，所以我们会讨论不同的议题嘛，不管是公投议题，不管是修宪的议题，比如说18岁投票权的议题，这些事情都是我们身边当中很重要的事情。你希望你可以决定你的人生、你的未来，可是没办法，政治会来管你。今天你不管政治，政治会来管你嘛？所以我们希望说，有越来越多的台中市民朋友，你站出来。我们每一个礼拜五，我们聚集在一个地点，可能之后会聚集在好几个地点，我们在讨论不同的议题，身边最重视的议题。请问一下，你叫什么名字？陈佑荣。你觉得你生活当中觉得什么议题最让你困扰？你几年级？升高一。所以那个国教12年国教问题，你有没有觉得困扰？很困扰嘛。所以我们可以来讨论12年国教议题，可以啊。这是我们生活当中很困扰，不是你个人的问题，对不对？是很多可能我们身边周遭很多人会面对的问题，对不对？哎，你叫什么名字？黄维林。今年几岁？升高一。也是升高一，你觉得最困扰的？还蛮多的。还蛮多，举一个。也是12年国教，你觉得教育让你很困扰，很有压力，是不是？对啊，所以我们可以发现说，每一个人生活当中有不同的问题，对不对？哎，来，你几岁？你在上班吗？没有。在上学。学生。大学生。大学生最困扰的问题是什么？外食涨价。学费还是什么？还是有什么？学费吧。学费？那你有没有打工？还没找不到工作，低起薪的问题，高房价的问题，这些是我们生活当中马上会面对到的问题。如果是我们会面对到这些问题，我们应该拿出来讨论，对不对？
那如果我们应该要讨论，我们是应该有一个好的场子，每一个人能畅所欲言，讲出自己觉得说应该政府要怎么样才可以变成一个像样的政府。那政府不像样的时候，我们是有权利来行使我们公民不服从。所以说哲学星期五它不是一个只是一个好大家好来好去的一个公共论坛而已，他希望说大家能表达自己的意见，表达出自己的权利，表达出你想要什么东西，想要这些东西我们要化成一个实际的行动，告诉政府说什么是我想要的，那告诉政府说什么是我不想要的。所以公投的门槛这么高，罢免的门槛这么高，它当然也是我们不想要的嘛。那所以说透过这样哲学星期五，然后我们希望说往后台中，我们台中市民我们遍地开花，我们在不同的场子里面我们来讨论，我们不同的议题都可以拿出来讨论，我们不要从此以后我们不再害怕去讨论公共的事务，我们不要说政治是肮脏的，因为肮脏你不碰哦。其实呢所有的东西你碰了以后它才会变得不那么肮脏嘛。所以我鼓励说我们现场我们在座的所有的年轻的朋友你今天高一没有关系，你今天是念大学没有关系，你今天是上班族也没有关系，你身边都会有很多你关心的事物，有没有妈妈你关心的是菜价会涨嘛，对不对？蛋价会涨，这些背后有没有什么农民有蛋农被剥削的问题？也有啊。我们要不要拿出来讨论？我们拿出来讨论以后才知道原来我们的市场的结构是这么的糟糕，我们台湾的政府是如何或财团如何来剥削我们一般的这个基层底层的民众，我们把问题把它剥开看，我们才能真正的整治台湾的状况，我们来医疗我们台湾目前面对严肃的这些政治的问题，把这个政治的这些通病把它改掉以后，台湾才能真正的往前走，继续前进，我们才能真正成为一个好的国家。我们今天要讲说我可以站在这里，我告诉大声的告诉你说我是杨宗理，我主张台湾独立，可是我除了主张台湾独立，我要主张台湾是成为一个美好有民主价值有人权价值的国家，这才是有意义的台湾独立，你说对不对？对。好，那我先讲到这边，那接下来我是把麦克风还给维婷，维婷去抽烟。好，那给慧敏。好，先谢谢各位过来，等下我们六点半的时候可能就麻烦大家可以到更专业的音响那边，然后这边可以留给联署的朋友们。然后我们现在就是接下来其实先介绍一位我们台中的志工伙伴哦，就是我们希望他每个人都可以至少能够用花五分钟快速的讲解一下公投法的问题在哪边。今天算是他的初登场哦，大家就是略显得紧张，已经越来越紧张了，又一直弄他那个。好，但我们还是尽量掌声鼓励他一下好不好？来，陈相正。哎，各位朋友大家好，不好意思，我只是一个大学生嘛，齁、哦。啊，至于我会来参加这个志工原因，就是因为对于我们台湾的现况就是比较混乱嘛，所以我是觉得说在这里可以不管，可是至少我也要多关心注意一下嘛，所以我是希望就是我们台湾人民都能够一起站出来，就是来一起解决这些问题，并不是那些执政党他们自己独裁，就是他们自己独立解决就好了，是要，因为我们每一个就是因为我们每一个的政治议题，就是要我们大家一起去关注，然后要我们大家去一起去认同，这样才是一个好的一个解决政策嘛，然后至于公投法的问题，就是说，不好意思，有点紧张，加油加油加油！就是为什么要修公投法，就是有下列这几点啊，就是现在的公投法有哪里不好啊，就是我国现在的公投法会被称为鸟笼公投法的原因，是因为立法院当初就是有意设下重重的障碍，就是像我们很多的议题啊，就像之前我们像台湾要加入的是能否是否能够加入联合国，就是因为50%门槛的议题啊，所以虽然同意已经有94%啊，为什么又不能过？就是因为门槛的问题，就是50%，因为门槛的问题太高了。
那为什么就是说会就是五十的投票门槛限制会为什么会太高？就是说一般来说就是一个提案来说会有同意跟不同意这两个选项，然后大家投完票之后，当同意的人比不同意的人提案就通过，这是我们应该是认为对的事啊。可是我们门槛的问题就是说，反过来就是如果就是因为还是会有一些人没投嘛，而是他门槛的问题就是说会就是把那些没投人都把他当成否决，对，这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问题点所在，嗯。啊，然后还有就是依照我国的公投法第三十条规定，要超过50%的选举人权去投票，然后投票中又要有超过50%的人去投同意票，这样才算同意。啊，不然就是，否则提案一律都当作是否决的。这是问题点的第一点。哎、欸，你们要拍手啊，不然他会紧张。哎，他第一次公开讲话，哎，我们要鼓励年轻人，好来。啊，然后第二点就是说，除了我们的50%的投票门槛之外，还有就是另外一个严重阻碍我们人民公投的那个高提案与高速门槛，就是因为我国的公投法规定，人民提案时要最近一次总统、副总统选举人数总数5%的提案人，等于约90,000人嘛，然后提案经过审查之后才能进入第二阶段的联署啊，然后第二阶段的联署就是大约要90,000人左右，嗯，才能启动我们的公民投票。连参选总统都只需要1.5%的人联署，这样对于影响人民生计的公民投票，既然是要求我们要达到5%的联署人才能提案，请问这样对吗？根本不对嘛，对不对？快点，他在互动，快点，对吗？对吗？不对，好了，继续。因为他这种提案根本就是阻碍我们的人民提案而设计的，这是我们要的民主嘛？根本不是嘛，对不对？对啊，然后还有就是第三点，就是除了上面两道很困难的门槛之外，公投法又设立第三道人为铁栏杆，就是公审会的提案控管，应该要被人民监督，就是应该要被我们人民所监督的政府机关，既然又握有对内容实质审查决定你可不可以监督我的权利，请问这样对于监督又有什么意义？实质的审查应该是就是，哎，没有，就是他这种就是政府的这种行为，就是等于是球员兼裁判的行为啊，然后结果就是会在我们的实际运作上，公审会不断的针对我们人民公投提案实质内容进行审议，并执意驳回我们人民公投提案的乱象。啊，然后我们这最后就是还有就是我们来这里的原因就是有四点，就是第一个就是废除投票率，就是为什么？哎，就是为什么要修公投法？就是有四点，这是第一个。废除投票率必须达到50%的限制。第二点就是降低全国性公民投票提案以及联署门槛。第三点就是电子提案及联署系统之建立。第四点就是废除公民投票审议委员会。是这样，谢谢大家。好，很好，多练习一下哦，以后再继续加油。好，那个我们现在要有一位那个现场的朋友，他是在做，就是现在台中不是那个大雪山那边要坐缆车，对不对？然后有一些团体其实在保护就是台湾黑熊的一些生存权哦。我们现在欢迎郑光亨，对不对？好，来。那个各位好，我名叫郑光亨，现在目前是台湾山岳学会的一个志工。
那现在其实说实在，我们的政治很乱，政治乱就代表也连带我们社会很乱。可是现在我们实质上我们能实践的事情，我这两个月其实一直在帮我的老师，他在因为他要去想办法改变我们的政治，所以他要选市议员，这的确是政治的一个途径。可是我所观察到的是，我们很有想法，但是在实践上面却有很大很大的一个门槛。为什么？因为我们上面现在目前任职的执政者，他会设出很多很多很奇怪的一些做法，然后使得告诉你说，哎，这个游戏规则很难玩，你玩不起，你没办法玩，你没有资源，所以连带就让我们觉得说，我们的政治怎么就只能那么乱？哎，像我的，我遇到有人问我说，啊，李老师要出来选哪党？哪一个党？无党籍，无党籍有没有党产？无党产。啊，有没有资源？没资源。那你出来选干嘛？就是这样子啊，同有理念，但觉得说你实际上没办法。可是我们每个人都能够做一些该做的事，可是我们往往在我们的青春年少的时候却被限制住。刚刚这位同学，你说你们是还在读书，对不对？那我想问一下，你们有没有想过读书以外的事情？那我是问了，如果今天你喜欢玩音乐，你去玩音乐，你家人会不会反对？不会。那你说你要拿音乐来吃饭，当吃饭的工作，像五月天一样，那你家人会不会反对？不知道，对不对？我拿我家的状况，我家都是很放纵，可是他们就说你把书读好就好，结果没办法，书读不好，资质不好，拍谁？结果呢？出去外面做了几次工，去外面一些公司上班，他们都告诉你你要赚钱，你要摆脱22K的魔掌。奇怪，我问一下，22K是谁订定的？上面的啊，经济部啊，我们的政府订定的，结果他告诉你说22K是个魔掌。他给你下诅咒，还跟你讲说你自己要想办法把诅咒解掉，这是什么道理啊？然后呢，看你一个责任制，看你一些许许多多的问题，他跟你讲小确幸，你要感到开心，你要觉得生活很 happy。结果他们在干嘛？我现在在做这个，不好意思，我现在在做这个古关的，这个是我们，这个就是台中市政府胡志强，也就是胡老大，他开出来一个政见，他要干嘛？他把一个没办不准开发的山坡岭保安岭要做开发。为什么不准开发？不是因为那边是有珍贵树种，而是因为那边的土质它就是不易开发，它是断层，它会有土石流的问题，它会有水土保持的问题。他说什么？哎呀，雪谷那边需要缆车啊，解编准备开，请顾问就花了你们1亿2000万，你们知不知道？干，对不对？我这两个月一直在这样讲，结果说实在，干是干在心里面啊，有的人还是有文艺啊。但是问题是，他接下来要开，要 BOT 招案，他把国有的公有财拿去给财团，他们当作私有财的一个财产。结果呢，如果已经开到雪谷那边的人了，现在还有个物种，台湾黑熊，知不知道？我们不要一直看营养吧，我们自己也有黑熊啊，一个 V 字形多可爱啊。他那边呢？那是他的栖息地，台中有黑熊，哎，好多人不知道。可是他现在栖息地要受到破坏了，为什么？他生存圈就是在130公尺里面，可是他开就开在他家旁边而已啊。这些黑熊就要被迫到更山上里面去，他没办法发声啊，他也不会到田地来，他被迫要到更山上里面去之后，黑熊怎么办？族群缩减，因为适者生存不适者逃在，最后这个族群就没了。这就是我们现在自然环境的一个现况。我说实在的，我们台湾不算糟，因为如果是糟的话，有比我们更糟的国家，天天发生内乱的国家。可是我们台湾很乱，乱到就是我们想要去做一些解决办法的时候，上面还可以丢一堆有的没的东西，可以让你继续搞。天哪，这就是我们的政府啊！而且今天我们今年出来选哦，还只是4议员7合1，市议员啊、市长啊、里长啊、区长啊。还没到总统跟立委哦，所以等于说现在一个丢进我们国家门面的一个总统，他还可以继续坐着哦。我看到一个哪个国家我真的忘记了，一个国际日报说我们的总统是白痴。请问一下，你们在座有什么想法？觉得这应该就是很正常的事情吧？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奇耻大辱。为何？
因为一个总统是白痴，总统是人民选出来，多数人民选出来，等同于说多数人民就是白痴，你能接受这个吗？可是没办法，他还是总统啊，然后我们就一直让他在这边，所以我们罢免，从小开始罢免嘛，把他的手跟脚，有没有看过《让子弹飞》？砍，先不要砍本人，先砍砍他的一些分身，先挫挫他的锐气，他自然他就会倒了。所以请大家支持全面罢免，也支持守护我们台湾自然森林，好不好？好，好，谢谢各位。各位蔡先生哦，好，真对不起，对不起。那个大家哎，有拿着我们那个修工头发的板子的志工朋友在哪边？来，大家把它举起来哦！大家如果看到有拿板子的这些，就是修工头发的朋友，如果您还没有签联署的话，欢迎你去找他们哦。那我们远方其实有一个成效很烂的林非凡哦，把板子举起来，哎，林非凡，你的板子嘞，举一下好不好？他的成效是我们整个团队算是数一数二落后的。最后名是陈威霆啊，哦，不拍照了哦，好，他都顾拍照而已。好，就是如果有看到板子的都是我们的志工，欢迎各位可以去向他询问说为什么要修工头发哦。然后我们现在修的是一个第30条，就是要把50%的投票率门槛这个门槛给废掉，这个主要是我们的一个主要提案。那我们其实需要在第一阶段的时候要收集到接近10万的一个联署书，第二阶段是需要到90万，也就是接近100万哦。那我们其实已经开始工作了一阵子，那接下来暑假从7月底开始，我们会从桃园开始，然后一路往下，就是到每一个县市去宣，就是去演讲跟去说明一下，跟各位乡亲报告说为什么我们要去修这个法案哦。然后一路到东部，还有就是在8月的时候，我们也会到金门、马祖跟澎湖去。那今年的夏天，整个岛国前进会走遍全台湾去完成这一项向乡亲报告的这个最根本、最根本、最基本应该要做到的一个基本的责任哦。那我们期待说能够在年底的时候就能够把其实我是希望能够在明年初就能把100万拿到啦，可是这个就是要看大家互相的支持努力有多少。那大家除了自己签以外，也很欢迎大家可以把它拿回去，可以拿空白的联署书回去，然后拿回去以后，请你去跟你的朋友，或者是说你的家人，还是说不认识的人，去向他说明，这是我们公民最基本的权利。我们现在要做的事情，也不过就是说把我们的基本权利给拿回来。那我们空有一个，如果我们空有一个公民投票法，但是它确实无法运作的话，那其实这是一个很讽刺的事情哦，或者是很荒谬的事情哦。那这个对台湾的民主深化当然是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门槛跟一个障碍。那这是为什么我们会就是岛国前进其实选择公投法作为第一个行动的目标。其实很简单，我们在5月18号成立的时候就曾经提过，我们是希望能用社会运动来领导政治的哦。用社会运动领导政治的意思就是说，当每一个人，我们把修公投法当成是一个社会运动在做，当每个人都可以自己去理解自己为什么会签下这份联署书，并且愿意去向别人去进行游说跟说明的时候，其实我们认为我们在做是一件很辛苦的事情，大家一起辛苦，可是它是一个可以改变国民体质的活动哦，它可以改变国民的体质，让我们对我们身边的事情，本来从毫不发言的这样的状态，一路能够到说我其实对于我生存的环境以及我到底要过什么样的生活，我是有发言权的，而且不是只有单一的发展的一种目标，就是说并不是说好像就是大家都为我制定好我应该什么才叫做好的发展目标，似乎就是应该要累积非常非常多的私人财产，或者说累积很多很多的房产或车子，而是说我可以自己去决定我自己认为的幸福是什么。那这也是修公民投票法让它成为一个比较有机会有可能去执行的一个这样的法令，其实它是我们基本权
权利的一个拿回，然后也是一个全民的运动。那这个全民的社会运动就有机会，他会有机会可以去跟政治人物去说明清楚，说请你搞清楚，这才是我们要的，并不是你制定的东西就是我们要的东西哦。所以我们很邀请，就说导播前进所有的成员，邀请大家在今年暑假跟我们一起走遍全台湾，走遍全台湾跟台澎金马各个地区哦，就是希望大家能够一起去见证这一个很历史的一个时刻哦，就是到底有多少的人民愿意自己在三一八之后，我们其实见到非常多力量的集结。三一八之后，我们看到了这些可能性，那这些可能性能不能继续的持续下去，其实就会依然就还是跟邀请大家是跟我们一起的哦。那我们等一下会继续就是进行联署哦。那如果您愿意的话，也麻烦您可以就是各位朋友可以拿一些联署书回去。然后我们等一下可能就是要麻烦各位移步，就是我们会在那个草皮的地方做一些短讲。那包括岛国前进的朋友，还有在地的公民的团体哦，会有一些各自议题的提出。其实我们也邀请也欢迎，如果大家有什么样的意见，因为我觉得我知道台中是一个很妙的地方，因为我自己也在台中十年了。我觉得它很妙，是因为大家都受不了胡志强，可是他一直在当市长，就是我觉得这件事情太诡异了，怎么会有这么诡异的事情？我们怎么能够让一个自己都那么受不了的人，可是一直在当市长？那这到底是谁出了什么问题啊？就是我相信这当场有非常多人可能都还没有投票权，可是让我们说说哦，不要胡志强了吧。对，那我相信大家会有很多各式各样的意见跟你各式各样的体会，那等一下也会欢迎公民朋友，你们可以一起上来说说你们的看法好不好？就是大家可以一起拿麦克风一起去说这样。那所以就可能要请大家先移驾到那个草皮过去，然后还是可以在这里签联署书哦。哎，你是 B 团体业绩最差的。对，那陈慧婷也正在进步中，她也会越来越好的，她会签越来越多联署书的，大家对她有信心好不好？不要因为她今天她的鞋子不结，她整个人还是很纯洁的。好，就这样。